嗨，明天就要走了。今天在槟城找一家店去打印我的东西去，因为进入印尼的话，我得把我那个酒店预订单跟那个返程的机票，我也打了印了去。刚打了个电话，从这儿到我打印店呢，7分钟就能到。搞完这个，我一会儿还要再换钱。哎，今天事儿挺麻烦。其实去印尼，我觉得哇，他要求的东西可多了。他要求你海关申报，还是一个单独软件，然后他会生成中文的，要切换，然后你要把那个二维码保存，然后之后还有个疫苗，一个类似也是一个软件那个证。我从昨天晚上搞，现在都没搞好，唉。最终我直接放弃了，因为问了一个人，他说你实在注册不了的话，那你就拿那个纸质版的吧，因为我害怕到时候会排队排很久。我每天都要在槟城的来回走这边这个观音庙，之前是去吃那家陕西面馆，现在呢又要去打印、复印我的东西，又要从这里过观音庙。但周围这条巷子跟汕头街又有不一样的感觉。我现在在这待久之后了，我其实汕头街我都很少去了。我上次好像问过大家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边很多车的标志上面都有麦当劳 M 这个意思？我以为是这种车可以是专门负责送麦当劳呢。找到了，很快，离我超级近。秋复印服务。搞完了，再让老板再给我打印一张彩色的，就完成任务了。我预定的这个，这个就很麻烦的嘞。老板里边都画了件，粘个老包包。今天天气真的是出奇的热。我不要紧。一张一块，可一张七块五。现在为主。哦，这个是这个的，测试的七块。我再打印一张吧，彩色的就可以了。他肯定给我打印了一张黑白的。那一个黑白不能用了。OK，好，谢谢啊。一共多少钱，老板？2.6，一块六是吧？2.6，对。好。好多钱啊！好多钱。啊，好便宜啊！装包零钱全部都给他。把我的硬币都给老板吧，我不想要了。这都给你吧。不，没有那么多了。没给你吧，因为我明天就走了。我不太喜欢硬币，给你吧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不好意思。没有，因为我这儿硬币太多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打印完东西，我要去换钱了。先经过一条印度街这儿，周围有卖各种吃的，然后各种装饰品。最近呢，因为印度也有一个节日。所以大家有很多人在庆祝。我在街道上看到有很多印度教的这个寺庙，就是有突然加了一些新的。到了昨天的换钱的这里了，看有多少人。先换300块钱的，先给他300块钱的令吉马来币。10。OK， yeah， 我就带人家这个，再给他10块，看10块还有吗？再给他10块可以了，谢谢啊。OK，Thank you。给了他300一，看一下他一会儿能给我换多少钱。300，他要给我个10、10万、10万块，对吗？个10、10万、10万块，他要给我101万，101万，印度尼西亚那个钱。现在彻底成为大土豪了，我现在手上随便一张都是5万块钱。然后一共11张，21张，不是21张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算，反正我现在身上就是一共有110万。
有钱人，你们一定要好好观看我频道。我又找忘了一件事，我又这换了一些美金，因为到印度尼西亚的话落地签需要35美金。Is it okay? Yeah, okay. Okay. Thank you. 这样的话我直接给那个印尼海关35美金，我就不要再给他我的越南不是那个印度尼西亚那个钱了，要不我又搞混了50000块钱，烦死了。没钱了，剩下就剩下1块钱了，好惨，凄凄惨惨戚戚。他现在正在过河。哦、oh, ，It's not me 。我以为这个是我的，我一看这个美元不对呀、啊。OK， 拜拜。OK， 拜拜。又换了35美金，他给了我一堆1块的，后边是个20的。之前我只见过100美金的，然后但是这种我还没见过。反正换完了，现在我这几个要办的事都办完了，可以先吃点东西了。从这儿进来别有洞天，这就是福德正神庙。这里是他的戏台。竟有人竟然离我最近的一个地方我竟然都不知道，这就是不做攻略失败的地方。看到上边写的字迹了吗？民国20年，瞬间有了历史的庄严感。这个想到了我小时候，我们家这个，我们家小时候也有一个这个钟，但是我们家比较简陋。没有想到二楼这里也是别有洞天，里边超级大。刚才有个人上来说没有拖鞋，反正我脱了，走吧，我们现在往楼下走。看上面写字了吗？保护古迹，请拖鞋，拖鞋。哎呀，现在人呢，什么素质？OK， 走了，我现在要出去了。哎，老板怎么搞啊？今天我要过来吃星巴克，不是汉堡王，说错了。今天我要过来吃汉堡王，在这待这么久还没吃过呢，尝一下他们家的。既然可以用微信跟支付宝支付，看一下吧。
再看了一个老朋友，我就走了，过来吃东西了。干嘛呢，大忙人？你今儿是给我做的吗？今儿给我做的吗？我在英国放的啥的而已，你还没来，你来过目前几位吗？嗯嗯，对。我昨天来了，你没在。啊，拜三吗？你忘记了？拜三没有开。不是，你们不是一三五休息吗？我们只是单单吃过这个。嗯。我吃了这个吧，今天。一糯米，嗯，有吗？怎么了？哎，好吧，那就做黑糯米吧。做，你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威胁我？威胁你？行，行。那正好人家有客人要点别的。快走的前一天再来他家再吃一次，因为昨天来他们家没开门。杨旭南。嗯？杨旭南。在。去吉隆坡啊？你在回去乱播？没有没有没有。能加冰吗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可以，我直接加一点点三块冰给你。靠，还瞪我掌握，不好意思。我们看一下汉堡王9.9里边都有什么？几个圈儿，薯条，然后还一杯让我喝了一半的可乐。之后还有一个汉堡没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9.9还挺值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不在店里面吃吗？因为它里边有音乐，我怕有人认为我在侵犯版权。尝一下他们那个辣椒吧，正常的酸辣的。大名字啊，李老师啊，我刚才我还想问你为什么你没在啊？超级香，哎，你别找事儿，他老找我事儿说。我刚才想测评一下，他吃牛肉，靠，我最讨厌吃牛肉了，浪费。哎，这9.9看来只能吃这个圈儿，吃薯条了。气死了！刚才那个小哥还跟我说，他说肯定是牛肉堡，我说不是，没有他真的是牛肉堡。啊，烦死了！就是这个人跟我说的，他说是牛肉，在还最好没有吃之前他就知道是牛肉。嗯，喝这个漱漱嘴巴。几点什么？几点的飞机？几点飞机？听你的。去你的！去你的！你别跟人骂的。问你几点飞机明天？我就是听你的。11点。一点。明天一点你要去，一定要去到人民机场，应该是去放狼给枪血。幸亏冰城离岛不大，我觉得也还好。但是他们说，早上7点到9点容易塞车，11点到1点容易塞车。对。然后下午4点到5点容易塞车。对。嗯，那个是放学时间、做工时间、上班时间，很多了。嗯。那我本来要飞到吉隆，回到吉隆坡，从吉隆坡坐呢。我靠！但是吉隆坡那趟飞机是早上7点多，我靠！他那 KTM 5点才开，对，那我肯定赶不上。那只能证明我凌晨3点打车过去，我有病啊，还不如在这儿呢。直接崩溃了。嗯，而且从这儿飞过去一个小时多，这儿就50分钟。啊，对，不要靠近。嗯，没电了。哪儿没电了？我看看。哎，你别在这耍可爱啊！你可会上镜头了。有的男生啊，真有心机，为了上镜头。让我让看他怎么逗我的，笑死了。大明星的朋友，昨天不是我们出去玩吗？小明星。然后他一直给我发信息，让你看一下。别露出来，别聊天，自己乱猜的。不得露聊天记录。他们来着，快点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干嘛？还是晚上看完电影干嘛？好猥琐的感觉。快点，开始了。
战中和应中还能回我信息，结束了还今天不开店了吗？哎，某些人不是说今天不开店了吗？都有今天不开店，今天你明天几点开店？明天两点下午。哦，太迟了，不好意思，再见了，我明天一点飞机，我本来想上午。你不是想早上吗？我看了看，不是早上，是下午一点。你怎么早上七点？我记错了，我以为是七点。然后我本来想说早上能去你那儿吃一下子，看来吃不了了。不走了。再见了，大美女。见面见。哇，好。你什么态度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态度？你要拍照吗？啊？是我没吃完的东西。别恶心人啊！咪咪，咪咪。咪咪咪咪咪咪。